还奶。看一下，今天在表特版上面发现这位因为在球鞋拍卖会上的美丽身影，引起网友发起神人行动。我们寻线找到他的工作地点，我们立即前往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帮你带个位哦。每天做爱一点。这位女生就是我们要找的 Anita。这间烧肉店的客人都是消费力较强的族群，给起小费毫不手软，她还是店内收到小费最多的人哦。你好，可以为你点餐了吗？哦，哎，以他这个运镜，我就可以大概知道是某水果日报的今日我最美的专题。真的，而且他不止上过新闻，他也都是那个表特版里面的正妹。PTT 乡民就是一直在讨论的。没错。马上来欢迎 Anita。欢迎。那是日本很红的一个写真女星，是，所以是哪一个角度像？那时候长发，然后又是妹妹头，然后他们都会做对比图，然后就我的粉丝团也有，就是我不好，因为现在短头发不像，情绪化，太戏剧性了吧？情绪，这很常会跟妈妈在家里上演一个母女的那个穷游一个戏嘛，然后儿子回来看到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屁股很大。会生，他是在跟妈妈传门家风。对，但是现在妈妈我们已经不是很喜欢，就是屁股大，这以前是比较保守的观念。对，妈妈们有问题想要问吗？五号妈妈，就是她上话会常常因为紧张然后想要哭吗？因为我觉得她抗压性，抗压性，草莓族啊，不会，你们不要不。你要哭了是不是？不要逼你是不是？你不会，不要紧张，你好好回答。好，会抗压性很不好吗？不会不会。会很容易想哭吗？不会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快哭了？我真的不会啊。一号妈妈，她私底下应该是会狂笑的那一种。对，我还会打嗝，还会传大便照给朋友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他。一定是在走真实路线，想要告诉大家说我是一个很真的人。不是因为大便一个人很无聊，就是也不会有人进来陪。你赶快去啊！那个大便在那边，你不要选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怕你要车机会难看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车架好。不是你不会这样吗？就是自己大便。好了，我车借你开回去啦，好不好？你赶快走啦。我自己回去，谢谢。谢谢。整个大爆料。